大家好啊，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！南来的北往的啊，都站下歇歇脚啊，停下脚步啊，听侃爷跟你们说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打起来了，是吧？这有人啊发了一个推特说，临近20大召开之际，不是10月15号吗？还一个多月呢，哈，说北京东边啊，京东啊，天津蓟县，天津蓟县，哎呦妈呀，这地儿我熟啊，蓟县，现在改名了，不叫蓟县了，叫蓟州区呀。我亲大姐夫的老家就是这儿的呀，是吧？他的亲表妹就是中国第一个女子体操世界冠军马艳红啊。蓟县就是从平谷往南呀，对吧？离河北的香河，这个北三县都没多远啊。这个马路上停靠着大量的装甲运兵车及军人队伍啊。他那个不是装甲运兵车啊，绝大部分不是装甲运兵车，那个叫自行火炮啊。刚才我都看了这视频了，仔细看了，那个叫自行火炮啊，台湾叫自走炮啊，还有士兵。那当然了。是吧？他总得有人开这些东西啊，对吧？驾驶这些车辆啊，基本上都是自行火炮。说看这个情况，已经不是屯兵了，而是一触即发的待战，是要流血的兵变啊。说宫廷博弈已经白热化了，这也说明叉叉叉啊，我不点他名了啊，我胆小。说他连任遭到了严重阻力，是吧？就是一尊吗？金上吗？核心吗？是吧？伟大领袖吗？是吧？人民领袖，对，人民领袖啊，说遇到严重阻力，既然他已经运兵血拼，众多元老及反对派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什么元老反对派根本就不存在啊，根本就不存在，不可能出现啊。这都是瞎扯淡啊！我的观点就是没有什么反对派啊，有也不敢说出来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掌握了纪委系统，对吧？一尊掌握了纪委，对吧？因为99%的官儿都不干净，干净的都死了，1%干净的那个重庆市委副书记叫什么风？是叫刘学峰还是叫什么风？那是河北人，是吧？他的叔叔好像是原来河北省委的副书记还是副省长，对吧？在京西宾馆开会，对这个一尊连任等等的一些事儿有不同意见，写了一封所谓的万言书，要抓他呀，要中纪委要双规他，那个什么监察委，就是说白了就报复他，他不就从那个京西宾馆跳楼了吗？那是一个副省级的干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看这视频吧，朋友们啊，走着。蓟县的两侧，公路两侧都是装甲车，哇，这么多，哎呀，嚯！看看啊，把声音调大点。看，都是装甲车，这个叫自这个行火估计炮。是。蓟县装甲医师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大伙注意了！哎，大伙看一下啊，都是装甲车，哇，这么多！我们看见坦克了，都出来了啊，都出来了！看意思，战争一触即发，这个估计是往南方调的。这个装甲车起码有上百辆，不是坦，不是坦克，都是装甲车。这是装甲运兵车，装甲运兵车，不是坦克。什么他妈运兵车？哇，这厉害了！这个厉这害怎么要上高速呢？这个估计是装甲医师的，因为装甲医师在哪儿？在蓟县驻勤。这路没事。没事，小病儿没事。看看，这是那这都是运送物
病的啊。哦，这弹药，弹药车。嗯，这是弹药车。嗯。前面是运送战士。嗯。哇，上百辆啊！好了，这好了啊，是吧？这傻哥们儿啊，装甲运兵车，这绝大部分不是装甲运兵车啊，是自行火炮啊，自行火炮也叫自走炮。很多老百姓啊，缺乏常识，还是没见过多少世面。我记得前些年在北京，在钓鱼台国宾馆那个东门、东南门啊，然后。门里边停着几辆这个大使馆的车，挂着大使馆的那个所在国的国旗，哎，有的老百姓吧，那警察把我们给拦那儿了，有的老百姓还傻逼呵呵的，还说什么啊，这是哪个国家呀？那警察当然不会告诉你，当然那个派出所的警察，那边应该是甘家口派出所吧，海淀分局甘家口派出所的警察，他也不会告诉你，另外他也不一定知道，那只有我知道，为什么呢？我对世界上各国的这个国旗，是吧？包括首都啊、山川河流啊、岛屿啊、半岛啊，这些国家的人口啊、面积啊、历史概况啊，我基本都了解。我一看，那就是阿富汗大使馆啊，那个年代还是不是塔利班，还是反塔势力，就是那个拉巴尼，哎，不是叫拉巴尼，也不是杜斯塔姆，也不是马苏德。那个总统叫什么来着？卡尔扎伊，对，还是卡尔扎伊时代呢啊。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中央警卫局的车啊，一看开车的就是当兵的，虽然不穿军装，留个小平头，是吧？你看那状态，你看那年龄，那都当兵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大家怎么留言的，怎么评论的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不说了吗？他们为他们自己，这些党内的大佬，原来的什么这些正国籍、副国籍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对吧？他们家族、他们的子女、他们的亲的、热的、身边人。都赚得盆满钵满，对吧？那个几百亿、几千亿，甚至更多的钱，谁出来玩命啊？钱都弄到外边去了，早就转移境外了，对不对？说在蓟县的是坦克医师，视频里，哎，这哥们儿明白，说大部分都是152自行榴弹炮，不是坦克，对，自行火炮。坦克医师原来是北京军区的，啊，是不是38军的？我不确定啊。反正是北京军区的，现在叫北部战区了，是吧？应该叫北部战区。这是哎，北京这块、天津这块是北部战区还是中部战区啊？有可能是中部战区，是吧？过去是11大军区，后来变成7大军区，最早可能13大军区吧，然后7大军区，然后是这个现在变成5大战区啊。之前。啊，什么4大方面军、4大野战军、3大方面军、4大野战军等等等等，还有什么各大根据地啊？秦王啊，秦本来是那个秦，秦快的秦啊，就是保卫皇帝啊。在这儿变成了给擒拿抓起来了，军事政变了，啊！有人说呵呵，要南下，要南下，他哪知道啊？他说要南下，怎么可能南下？去打台湾根本就不可能，打不了台湾，没有这实力，对吧？再说那个广东、福建、浙江那边也有很多的军队啊，对吧？
05式155毫米，55倍口径的自行榴弹炮。草木皆兵，朱皇子决战畅春园，13爷调绿营及丰台大营，保护雍亲王啊，就是雍正啊。13爷是胤祥，也叫允祥啊，后来改名了啊。避皇上的名讳啊，绿营是调的绿营吗？丰台大营、什么西山锐剑营、剑锐营啊，锐剑营、西山锐剑营，还有九门提督的兵马是吧？